今天介绍一下增强款的 A9 干扰器。首先这个机器的功率它是比较大的，然后脉冲的频率可以调节，分为三个档位，大中小三个档位，九节3.7伏的聚合物理电池，这三个孔的话，每个孔在充电的时候都要每个孔都要充电。然后确保每个孔的电压在 11.5-12伏之间，如果说过充的话，这个机器电池会坏掉。另外一个，如果说是电压耗得太大，亏损得太大的话，电池也会坏掉。现在我们演示一下。第一档是最大功率的，这是充电器。